未来姐夫的反射弧有多长？陈默，你晚上有空吗？小七今天怎么这么主动？做什么？你别笑，毫不知情。有啊，当然有。那你晚点送我和点点去逛街吧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好，待会儿我送你去。好，居然还摸我低头。小七，我觉得你最近有点……怎么样？怎么好摸吗？又是和未来姐夫斗智斗勇的一天。今天来替同学上补积分，一会儿点完名我就找机会溜走。哈哈，卡点到。怎么是沉默？完了。各位李明、刘伟鑫，到。辣椒，到。辣椒，到。完了，这下可完犊子了。独子寒心，忍不嗔，这都简单一下。接应了，这可怎么了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说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许笑，这就是上课不好好听的孩子。这句话你回去抄一百遍。你就是在整我，不要跟我解释。我瞪到我以为他不是个好人似的。这算是特殊照顾吗？哎，老师，你快能不能睡我一下？认真上课，他挺够意思。睡觉吗？报告老师，完蛋，让上课睡觉。大招。这男人真善变，一会儿就让上。你就是我，明明是你让我睡，现在让我上。这是给我的，趁大家没注意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收下了。天气太热了，提神。我已经帮我姐考验沉默三次了，而且她上次还请我吃零食。要不好戏开始。怎么是你？小北叫我买几杯咖啡送来。我让他去买，他居然让我。沉默，咖啡买来了是吧？赶紧进来。喝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放大招了，让他们关系更进一步。我上个厕所，你去看啊。这人长得像郭德纲，他挺会逗我姐开心。陈默，这次看你，现在就是猎杀时刻。啊！别怕，没想到直接到怀里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下了。给我看，什么秘密？当你喜欢的人遇到危险时，喂，陈默，你在哪儿呢？小七，你忘了，我现在在西安出差呢。我在淮海路，离你家特别近。小七，怎么了？好，小北也在你那里啊，太好了，我最爱吃你做的饭了。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？对啊。小七，别怕，听我的，往人多的地方走。你现在打开视频。好啊，我马上也要到了。老婆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我就在你前面的派出所门口等你。嗯，好啊，我看到你了。哎，陈默。他好像走了。放心，我已经联系小北，他马上过来接你。电话别挂，我陪你聊天等他。陈默，谢谢你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，遇到危险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你。当你被喜欢的人查岗时，喂，干嘛？打电话给我姐姐。哎，你这个小屁孩，什么时候学会抢姐姐手机了？最近不在家，怎么想我了？才没有。你们当我是空气啊？哇，看看你的房间。好，给你看。把床避开了，床上不会躺着别的女人吧？你看着不太好。沉默，还真有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姐，你看，渣男实锤。沉默，你都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行，那我叫他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杀、啊！是不是挺好看的呀？沉默，你。被人时刻放在心上是种什么体验？小七，要吃饭了，哎，快来！今天吃火锅啊，有我喜欢吃的香菜吗？毛肚、肥牛，没有香菜。我没点，我觉得味道太冲了。而陈老师也不吃香菜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一个人的时候再吃哦，姐。好吧，那今天先不吃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收垃圾。吃完饭再去吧。就两分钟，马上。香菜买回来了，你去洗一下，晚上好。陈老师可以。降落在你的眼底，我也算是跌进你眼睛。你会为了喜欢的人熬夜吗？不去了，你们玩吧。我不去了，我有点困，非常失落。我要让小琪看到最帅的我，给小琪打个视频电话。喂，什么？小琪，今天怎么加班那么晚？有个方案要改。周末我买了两张票，我不建议吗？好啊。虽然很困，但对着你就有说不完的话，一点点小事也想说。聊着聊着，小琪就睡着了。小琪。当你发现喜欢的人脚踏两条船时，姐，这几天沉默怎么没有找你啊？可能在忙吧。哦，这不是沉默吗 ？Mike， 你下飞机了，好，马上我家见。你们听到没有？他在外面绝对有其他的女人。走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
我才不去，他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少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好大呀！靠近，你听他们在那边干嘛？狗！你这个朝三暮四的男人！别听了，再吧。不行，你能忍不能忍？这个渣男，我今天一定要收拾他！哎，陈诺，开门！谁？男人，走开！来，警察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了？谁找我？你就是麦琪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是陈诺一直在追的小七吧？真漂亮。礼服一定很好看。小七，这是 Mackie， 我们找的高定设计师，本来准备七夕给你一个惊喜的。原来麦琪是男的。小七，输了。我哪有？这是你想象中小说里的男女主吗？